Nina 是今天要上学吗？昨天第一天去，今天第二天，有没有好开心？有。Nina 很棒哦，都没有吵闹，然后去上学都是很专心听老师讲话，对不对？嗯。Teacher Jen，你说 Nina 怎么样？很棒。对呀，一百分。嗯。你今天还要一百分吗？有。有哦，那我们要出发喽。好。好，那你走啊，走去前面啊。拜拜。